大家好呀，现在我正在隔离，所以在房间里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动作，练出人鱼线，跟着我一起来吧。首先利用身边的一些小道具，带一点重量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噔噔噔，就是它了。今天我们就用它跟着我们一起训练吧。首先第一个动作，侧击人鱼线最主要的位置，双脚离地，然后半屈，然后我们左右摇摆，尽量把它呢动作就是物品放到最低。大家注意了，不要手动，腰是正的，要身体转过来带动。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记住，一定要呼吸吐气，不要憋气。好了，那大概我们做一边15个，大概30个，大概30个。好了，那我们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就是双腿并拢，然后放到膝盖上面，是一个仰卧起坐的一个姿势，但是我们的手始终是贴着腿部的，前肘伸出去。因为我的条件有限，所以我拍了上半身就不能拍下半身，所以就是给大家的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手贴住的腿，然后下去也是上来推出去。好了，然后呢大概也是做15个左右。那我们下一个动作，练腹肌呢，因为大家所有练腹肌的人都知道是从上腹、中腹、下腹开始出腹肌的，所以我们练腹肌的时候呢要先把上腹先练出腹肌来。但是我们女生呢又容易有小肚子，那我们女生训练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大部分要放在你的小肚子上，减小肚子。第二个动作是把手伸开往下，腿放起来，同手同脚往下放，放到最低，然后起来，另一侧也是。大家注意，这个腰一定要贴到地面去。然后再来一次，放到最底下的时候尽量要停顿一会儿。 OK， 然后这个动作呢大概也是一边10次，大概20次的样子。这三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练腹肌的一个方法。接下来动作交给你们了，你们就一起展示给我看看吧，拜拜。现在开始训练。